我给耳朵听，偏偏惹红了眼睛，想念我看着悲伤多少世界能去如果再失败，我没能送你花。我在凌晨三点醒来的夜里想。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If happy ever after the fighting and crying and all of the tears, but you know we gon' end up together. So baby, just pick up. They want us to crumble, let's double the bed on the rail. You 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干嘛听空气飞越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撕烂。You watch me bleed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世界公认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我是阿和，清华在读本科生。有一个正在读高一的同学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学习方法呢？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开口说话比别人慢，写字也比别人慢。一直到高中，接触了一神奇的方法，才大幅提升学习效率。
高考以总分690分考入了清华大学，人生一点点步入正轨。这个神奇的学习方法就是世界公认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理查德·福曼学习法。一、选择一个你要学习的内容。二、想象如果你要将这些内容教授给一个新人，该如何讲解。三、如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重新回顾这个内容。四、简化，让你的讲解越来越简单易懂。